纺织 BOT 案要开始伫补啊吼，啊才先做落去，因为这都是要置房地，你看十一号就是遮，哦，啊所以你就是根本就施工，你在那边计先都什么啊整齐接水啊呢，哦，真闹真闹，可能有旧水管也拿掉，旧水管，因为他说九月，我问他那个拍照是九月多拍的，那是台风那一天拍照的，对呀，啊台风那一天到处都积水啊，哦，反正积水是很正常。啊，如果我们现在讲回来了，为什么做那条路就是规避环评嘛？对了，不管了，现在。这一块如果是真的是先提计划要停走了哦，啊，这办公这个回填的，跟他拜托欧几百之类的嘛，好，啊，你若讲这个是临时的，别开钱啊，啊，你遐的钱哦，你来遮的钱哦，提起遐哦，咱大家要求伊来广福德平台遐哦，伊拆拆掉哦，遮的钢筋提起拆遐哦，哎，那才是真正危险的，对啊，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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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社会局有来哦，社会。社会局，社会局啊，请教一下，那里面还有多少户口在那里面啊？已经拆光四五年了，怎么听说还有人？还有户籍在那里面？对，我看一下，看这光华是多少？今年最近他都没有来，今天要贴。开化社我们多恶惨，你知道吗？味道，到全部都往住宅区都没有回去，出招了，都没有。对不？无啦，这拢讲到这个，跟你无关的。这个，跟你无关。无啦，无跟你无关。我三只都没，每个只。跟你一定无关的，跟你一定无关的。无啦，这是我妈一定无关的啦，跟你是无关的啦。因为这个公务啊，把物业麻烦来走嘛。里长建议应该是跟李明开完会说要怎么做，大家一起讨论，不是说他就决定就请人要怎么做，懂吗？是要公开，是跟我们李明有关系。跟我们叫李明有关系，他叫公开，因为他说是他去找议员的。我们跟李明有关系。好。